华育讲堂呈现一分钟导致生与灭二，若天地生我，我随天地转，受一切有情，纳一切世间法，显阴阳之序，随五行之变，如是则圣灵蔽微，道法无由，到尽头难逃灭境。人生如是，譬如花开花落，了无尽期。老圣云之，从无到有，亦从有归无者，是生灭自有其天律之明说也。道德经早开宗明义于此章矣。近世科学太空理论中，想黑洞与宇宙之大爆炸者，是生灭之论中国最明显之确证焉。而我们的痛苦也因为生灭而产生，而有人生八苦，这也是梵语称为娑婆世界的由来。